说，老大，德国的合作已经有反馈了，他们要求我们把价格再提百分之三，你看怎么决定？告诉利普曼，我们给他们的价格已经比市场平均价高了百分之1.28%，不可能再有任何的让步。如果他们诚意合作的话，那就全力推动；如果在价格上还有犹豫，那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。老大，就这么决定。 别着急，今天我们的备货充足，保证你们一定能拿到自己想要的色号。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西西，到了吗？只剩下10分钟了，我马上就快到了，还有一条街，路上实在太堵了。 我从家里一路跑过来的，啊！你不会就穿着直播的汉服去的吧？没办法，我真的不能失去这次面试的机会。如果拿不到花颜系列的推广，我妈下个月的住院费我就真的出不起了。西西，你也太……啊，先不跟你说了，再联络。 撞到人，连个道歉都没有。我的面试，拖拖拉拉的，如果顾总生气了，你们谁也跑不了。 已经准备好了，马上可以开始。你确定这次你全部准备好了吗？当然，搞清产品我一半，但帮你找女朋友绝对没问题。保证5分钟之内找到最佳女友，再也不让奶奶追着你唠叨。6分钟，绝对双数。那开始吧，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。好，2个小时后全体例会。好。终于赶上了，希望我能一举拿下。 花颜新系列的推广，哎，您就是招聘负责人 Miki 姐吧？我是来面试网络推广主播的，今天名额已经满了。可是我一听说花颜有面试，我就赶紧下播过来了。这个是我的个人简历，网络 ID， 美西西。 资料我会拿回去看的，回去等通知吧。哎，可是，等，又等。我真的不想去面试。等到什么时候？我真的很怕那个，估计又没戏了吧。但这次面试的机会很难得，哎，错过了很可惜。反正也是6号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。面试，他们也是来面试的，会不会刚刚 Miki 姐负责的是初筛，里面的那个？
才是真正的推广钟面。哎，稍等一下，你们也是来参加面试的吧？是啊。不知道有一件事情能不能拜托一下。什么事啊？如果作为女朋友，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我从没想过从一段感情中获利，顾总，我喜欢你就是我喜欢你，没有过多奢求。 请。你想得到什么？你的人和你的心。请。六号。 我是来面试的，这不是刚刚在路上差点开车撞了我的那个人吗？ 你来面试？哦，我是来面试的，六号。这是什么奇怪的爱好？说吧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条件？是问我直播带货的数量要求吗？ 5万，每个月2万也可以。每个月？你确定？虽然我平时工作时长不太多，但是每个月的数量至少是10万数起的，所以每个月2万对我没有任何问题。嗯，当然，如果顾总高抬贵手，5万我也可以。好，就是你了。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，我立刻让人去你订合同，从现在开始，24小时跟在我身边。所以我是被录取了，太好了！啊，身份证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等等，您刚刚说24小时跟着你。 我每个月付你5万的月薪，让你24小时服务，有问题吗？你难道是想要包养我？我不觉得应该用这个词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面试花样集团的网络推广主播的，不是来给顾总您潜规则的。网络推广主播，潜规则？ 我精心为你布置的玫瑰花，怎么样？哦，这是怎么了？老大，你打架了？哦，不，老大怎么可能打架呢？应该是……不会说话，你可以不用说。还有，把玫瑰撤下去。
如果不是因为奶奶，根本就没有必要搞什么最佳女友面试，也不用招这些麻烦。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想，万一遇到你的真命天女了呢？我和奶奶的想法是一样的，要找一个人在你身边照顾你，保护你，把你的偶数癖啊、强迫症……我去见客户，今天先到这。 奶奶，今天下午有客户要见，可能没有办法陪您去医院了，但是我通知了梅姨，她会好好照顾您的。我就是例行体检，你不用来。但是西城啊，你知道奶奶的心事，你也年纪不小了，奶奶总盼着还能活着看到你成家，看到我的。哎，奶奶，客户来电话了，我先挂了啊。 怎么到地下车库了？我明明按的是一层啊！热死了，热死了！别动！ 如果下的那一只绑紧，说不定我明天就约你一起去走走走走，街上三个星的窗花纸，缤纷的色彩像你的眼睛。对不起，但我只想提醒你，这里有很多高清的红外摄像头，你不能。就当我今天没有认识过你。 苏小姐，您母亲的手术安排在下个月，请尽快把手术费交齐。美女，您的专车司机为您服务，请上车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这仙女出门都是需要打扮时间的嘛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刚面试怎么样？ 别提了，那个面试真够晦气的。没事儿，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个小合同吗？这苍蝇再响也是肉。也对。啊，嗯，我刚刚去看过妈妈了，医生说妈妈的病拖不得了，要尽快手术，还有欠的那些医药费也要尽快补上，否则妈妈只能先出院了。没事儿，西西，别担心。 咱们总会有办法的，嗯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很疼啊！你撞到我了，疼啊！明明是你自己撞上去的，你怎么还耍无赖呀？你再不起来，我报警了啊！来啊！快来人啊！撞人了还不肯负责任啊！宝宝们，快看啊！ 这位大姐被豪车撞倒，命悬一线呢！你干嘛呀你？我直播呀，刚刚全程我都记录下来了，不能让你这种弱势群体受欺负呀！现在我就报警，把视频交给警察，说不定您还能上社会新闻呢。对，上新闻。神经病！别跑啊！没事啊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要不是有你在，我和我们家老妇人遇到这种情况还真没办法。 您别客气，举手之劳。下次还是安个行车记录仪吧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谢谢啊。先走了。走吧，怎么样？没事了。咱俩赶紧赶回去睡吧。我没事儿。多好的姑娘啊！ 人美心善，西城要是能找这样的女孩儿，哎呦，老太太。
你还是先操心操心自己身体吧。 这么多年，就想着西城啊，早点找个女朋友，成家，给我抱重孙子。<笑>今天，这是真有望了。恭喜啊，老太太，您多年的心愿啊，终于要达成喽。哎，你看看这个女孩眼熟不眼熟？哎，这不是刚才那个女孩吗？ 真是缘分呐！这也是因祸得福啊！是啊。哎呀，哎，西城回来了。奶奶，白衣，你看看这姑娘是谁？不认识。 你好好看看，这是不认识。我和他只是……我要是不让司徒盯着你，你是不是打算还瞒着奶奶呀？又是司徒这个叛徒！哎，我说你这孩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存心想气奶奶呀？你是不是让我早点走了？你好……哎呀，哎，老夫人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你别激动，奶奶，奶奶。 老夫人，奶奶，西城，奶奶的身体是不行了。奶奶，您别多想。 医生说了，只是需要静养。奶奶年纪大了，怕是陪不了你太久了。让奶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你从小性子硬，遇事不会转弯，总是委屈自己，有事也从来不跟我说。但奶奶希望你。 找一个体贴、温柔的女孩子，好好成个家。即使是奶奶将来走了，也就能放心了。奶奶，您别这么说。西城，西城，听奶奶话，真有喜欢的呀。 还不滚进来！老大，您千万不要生气，我是心疼奶奶，才把监控画面发给她的。要打要罚，我都认。就是千万别开除我。是吗？嗯，那这样，这个月的薪水全部上交。这个月太多了吧？那全年。这个月，我认了。 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？当然找到了。我看了当天面试的资料，发现他并不是六号应试者，应该是走错了面试才见到的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名字最后一个字"西"和监控画面，我查到了，他叫贺锦西。他是当地出了名的小名媛，平时喜欢社交趴，是各大奢侈品店的高端 VIP， 平时喜欢收集名牌鞋子，哪家鞋子最风靡，就会首先。 出现在他的脚上。你确定这个人是他？
难道不是吗？你看，西与照片一模一样啊。为什么我总觉得好像哪里不一样？哎呦，就是一样的。老大，奶奶现在逼你逼得越来越紧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个奶奶喜欢的，你就努努力把她拿下，这样奶奶就不用再唠叨我了。不用再唠叨你了，你也可以安心工作，奶奶可以安心养病，不是吗？不会穿，有没有培训过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走开！对不起，贺小姐，她刚来两天，手太笨了，弄疼您了吧？我来帮您看看。行了，别碰我。这些，我都要了。好的。贺小姐，你的太阳穴由于过度填充已经感染了，必须尽快做修复手术，否则很有可能造成整个面部神经的损伤，最好去国外处理。国外？费用要多少？修复重塑加后期护理，估计100多万。抱歉，贺小姐，您这张卡已经超限了，请问您还有别的卡吗？什么？小姐，您所有的卡都已经超限和冻结了，请问您可以付现金吗？我全都不要了。什么破银行？凭什么动我银行卡？不是说过了过几天还款，我又没说不还。喂，哎，贺小姐，再不还钱，下次摆在你家门口的可就不是油漆了啊！我说过了，下个月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？下个月？这个月使完的利息还没到账呢，我们还能等你下个月？我说了，我会还的，一定会还的，会还的。哎呀，我已经说了会还的，还要我怎么样？贺锦熙，你是哪位？我是花园集团总裁。顾西城，顾总吧。我眼睛有些过敏，顾总应该不介意吧？我们直入主题吧，我会和你签约，让你做我的合同之女友，并且和你签订花颜的线上推广。合同之女友，花颜线上推广？怎么？还有什么要求没有说吗？不管了，先糊弄过去再说。我想知道我们会合作到什么程度。我们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，恋爱的关系也不会公开。如果你有什么别的要求可以提出来，我会尽量满足你。一旦违反合约，我有权终止合作。顾西城倒是可以帮我提供那笔修复的钱。我需要一笔钱。可以。具体数额写在合同上。我要配合多久？
总要有个时间吧。合同上面写了，根据奶奶身体情况而定。定金我要50%。剩下的钱最后会直接打给你的，签名记得要对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该不会这么巧是苏妍希？难道苏妍希和顾西城之前就认识？苏妍希，我们姐妹这么多年没见，竟然还这么有默契。喂啊，你怎么啦？早上医院打电话让你去干什么？医院说现在床位紧张，让我补缴欠费。如果我再交不上，妈妈就要被医院从病房转到走廊里去了。什么？这也太欺负人了！你等我过去。哎，你别过来了。现在关键是筹到钱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想想办法吧。好久不见，妍希。我们姐妹俩这么多年没见，有必要一见面就这样对我吗？我有事找你。贺锦熙，你的事情我管不着。这件事情对你也有好处，你不想听听吗？我不稀罕。妍希，就给我几分钟时间，不行吗？不好意思，你的事情我不感兴趣。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？苏妍希，你的脸怎么会这样啊？实话告诉你，如果我再不做手术，我的脸就会感染，到时候连命都会没有的。那些催债的人又逼我逼得那么狠，我们都是妈妈的女儿，你真的忍心看着我死吗？对不起，你遇到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帮你。能帮，只要你愿意。你看看这个，现在顾西城需要一个合同制女友，只要和他合作就能得到一大笔钱，到时候我就有救了。那天见顾西城的是你吧？他把你认成我了。还好我在资料里贴的那张照片妆化的不太夸张，和你区别不大。原来昨天他真的是在挑选合同女友。这是你和顾西城之间的事情，与我无关，我拒绝。不单单是帮我，我知道妈妈需要钱做手术，只要你履行合约，我就可以给妈妈提供手术费。我知道你需要钱，我已经替你把医院欠的钱给付了。怎么样，诚意够不够？我不想骗人。什么骗人？顾西城本来就是要找一个人假装他女朋友去给他奶奶演一出戏而已。妍希，你想想妈妈，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妈妈手术被耽误吗？啊？行，那你就等着，看等到最后是不是只能眼睁睁的送妈妈走。
答应你，但是，这笔钱就当是我借你的，以后我一定会还你的。这样才对，妍希，我是为了帮你，为了妈妈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，是真正的贺锦熙。顾西城那么精明的人，你千万不能被他发现了。他要是知道我们姐妹俩联手骗他，我们什么都得不到，妈妈也就没有希望了。那我需要做什么？顾西城现在应该在这里呢，快去吧。酒店？贺锦熙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放心吧，你那么机灵，可以搞定他的。苏妍希，别害怕，一切都是为了妈妈的手术费。好好表现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你知道了。